那我就先从平底开始好了。对，一个是这个。既然你喜欢黑毛，你一定要来配个白毛。我拿两种给大家，有大家说很美吗？拿两种给大家。小宝一定会把它当成小熊那样。对，好可爱。有两种，好不好？这两种呢，就是不同的这个部分。这个呢，穿起来呢，你会觉得说，就像你追小孩也可爱，然后跟小孩子玩也可爱，然后呢，价钱呢，追小孩也合理啦，也合理，绝对不心，绝对不心疼。真的吗？对。那这个呢，就不一定追小孩了，因为这个价钱就比较心疼。对对，就比较不适合追孩子。就没有，就跟你一样嘛，要么就是我最高，要么就是这个最实用。对。同样的，但是它是不同价钱啊。那像这个呢，就是上面有绒面的，你看它有绒面的部分啊，尤其这次啊带一点绿的绒面的部分，所以这个很配现在很多潮流的包，你知道吗？现在都开始有一些什么蜜蜂啊、蝴蝶啊、花卉啊这些的，你是越潮流越多花卉啊、蕾丝啊、荷叶边的就可以配合这种，或者是运动的，对，是啊，是不是也不错啊？对。而且你会发现它这个钱在前面呢，它藏了一些，对，然后呢故意翘起来，有没有？有点像那种民族性的，有没有？早期，你可以啊，你可以对你老公试试看，对啊，对他边看电视你边的，或者在吃饭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而且跟牛仔也好搭，对，而且你看啊，跟你的这个，你看牛仔裤啊，鞋子这个指甲的部分，你看它前面这样翘起来一点点，而且这个腿穿这个脚穿起来是瘦长型的，真的，完全。那我们来换一下这个板这个部分呢，它是比较可爱型的。对不对？这就变可爱了，对，这个就很女，这个就非常的女生啊，女孩款这个，那这个你就觉得它很可爱、很甜美，然后很趣味啊。好，然后再来呢，我也推荐一个好了，我想想看，你说要平底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它不是很平，就要很高啊。对，好，这一双我也觉得很不错的地方是。你我们如果不看牌子的话，大家会觉得这双应该哇哦，价钱不菲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这个价钱也是几千块。然后呢，对，这个牌子它有出男鞋，是我们小梁哥的心头号，他已经是 VIP 了。所以你看小梁哥多体贴你啊，因为他买一双这个鞋子呢，他可以比如你的一双鞋，他可以买15双鞋子，就这个牌子的鞋子，对。是 CP 值很高，是，对，就是真的看起来是很贵，但是其实就是质感很好，但是其实价格 OK。对对，像这种的部分也是很轻松，然后对它拖鞋来讲，尤其像今天的搭配也是啊。再来我就没有很高的这个部分了，对，你说像这种高度你就比较不能接受，中间高度，中间高度，但是它有毛，我就觉得还可以，女生就是都可以变化，女人怪不怪？就是说明明就是说我秋冬啊，对啊，试试看试试看，搞不好这双也是可以的，对，谢谢。小狼哥应该会很感谢我，因为我今天拿给 CEO 夫人的那个价格都是还蛮实惠的啊。Stacy 这双你要买，而且这双也可以追小孩。对啊，是不是？哇哇，好看呢，也可以啦，对对对。然后而且又好走，对，然后配这双要买，又有毛，是，对，好看呢。我今天又要拿很多单据回去给小狼哥了，就而且值得。对，就是我会跟他说是新梅姐跟孙华老师大力推荐，一定要买的。好，谢谢。